go。上面有些买了八达通的卡，还有机场快线来回的票，然后现在要去搭这个机场快线，他们是说24分钟就可以到香港站了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那么快啦。Go go！ 王青一，香港通话，香港人已经Lost count of the years since I've been here by your side, in and out through all these tears. We can do it again, it ain't no problem. Like a switch since we stay more than friends. I know you know my photo still hangs on your door, and I'll show you that there really ain't no forgetting anymore. I know what you've been through. I know what you like. I know what you like. I know you about it.When we turn off the lights, right? I know that you want me. 在香港也看到茶汤会，哎，中环站的，一杯多少啊？哇哦，一杯要100多块台币耶！我们住的饭店就在中环站，从机场快线香港站过来，大概走个15分钟左右。到了，住的是这间，我们超临时才订的，不知道这间怎么样，因为剩的真的是太少了。这里进去吧，自己开门呢，酷。Lobby 去8楼，电梯出来就是房间了，但是这一层楼是不是只有一个房间？那好像还不错，大落地窗，然后对面的人在餐厅吃饭都看到这里。但我觉得整体来说还不错，我们住一个晚上是8000块台币。上环站，应该是下车，我们要去2楼。2楼，应该是下车再刷，不确定。后面还有位置吗？要。
what I say, baby. 'Cause when all of my dreams seem so out of reach, you're crystal clear. You don't disappear, baby. No. So why would I? Why would I follow you? 两个。第一餐的午餐来乐华冰室点的，他们好像比较有名的餐点。如何？你是点什么口味？那吃起来跟台湾没有差。比较像什么？番茄酱好。好的。它的这个肉是套餐里面一起的肉。我的是鸡扒，它是牛扒，走路去搭太平山的缆车，希望今天不会很多人，因为听说前一阵子就是爆多人，买票跟搭车都要排队，排很久的队。
享的照片都是这边排满满的人，吓死我。太好了，纤维 go go，It's an awful house, and I wanted to get you out. I'm working on a plan right now to come through. I've waited for a lifetime for you to calm down. Oh, nothing feels the same without you.I've waited for a lifetime to come down. Cause nothing feels the same without you now. What's the point in dreaming if I use my mind? 现在这个是已经快要晚上的时候的风景，现在风超大的，今天是三级风。出机场就一直有广播，然后去很多店也都有提醒大家外面的风很大。风超大的，小心。Thank you.
家来吃这一间云吞面，但我觉得它超小碗的，它这一碗要200块台币，我以为它会，我以为它至少是大碗的，结果超级爆炸小碗，这是我的手。希望它非常好吃。好的，请开箱巧克力派。掉屑屑吧，还是他没有屑屑？哦，快点咬一口，好不好吃？巧克力派。点一个滑蛋，看起来很好吃哎。
somebody else. Now I'm feeling like I'm wasting my time. I think I'm losing my mind, but I can't help but feel like we don't love the way that we used to. You tell me all your secrets while you sleep, but you don't know that. 今天好多人哦，今天外面下雨，所以应该所有人都跑到室内来。我们现在要搭地铁去黄大仙寺。早上的时候本来要去看赛马，但是因为天文台间不是他们下午是八号光球，所以就比赛取消了。然后今天的行程应该就是先去黄大仙寺，然后去旺角，一路走到下面尖沙咀，然后再看看。I'll make it through the night.我们刚刚从那边下面的捷运站出口走上来之后，今天下雨，店都没有开，好可惜哦。运气太差了吧！我们来这里，然后结果关了，完蛋！呵，好吧，看一下外观。难怪刚刚那个外国人要在门口拍照，这个就是门口。天哪，在那边。可以来这附近，这里是太子站下来，然后就 一路往旺角的方向走，然后就会一路上有一堆娃娃机。OK， 这台它写全新正版的，是你的娃娃哎，不知道真的假的。是故意的吧？应该是故意的吧？应该是故意的吧？那怎么把它调到另外一边？它要转成直的才可以。这个有教学吗？谁知道怎么夹？还是我去夹它那根黑色的试试？黑色夹不了。就是把它看能不能把它盘起来。输了！输了！139港币，我花了15块港币。你在干嘛？是我夹到它，好不好？有够荒谬！外面台风天，所有店都关门了，无聊到来逛这个。没地方去了，我还买了一个吊饰。小心！好危险哦！哎呦！哦，我也吓到！你看小心哦，前面我帮你看前面路况。哇塞！
他自己一个人，吓死我！哦。滑铁呢？你熟吗？现在外面台风天，然后刚好经过这间大师傅周婷的店，因为本来就想说要来吃，所以刚好他有开，甚至运气还不错，因为真的台风天很多店都关了，试试看吧。里面有什么？猪肠、丸子、猪心。猪肚、猪肝，看看有鱼片，鱼片，很多哎，好吃吗？很好吃。本来粥就有味道的，就是感觉不用。现在变九号球。天哪，而且现在好像是陆地段的地铁它就没有开放，只有开放地下的而已。天哪，我们现在要终于从尖沙咀坐回去中环。现在要去迪士尼。现在外面下大雨，超夸张的。我们现在要从香港站坐到新澳站这边，然后在这边转迪士尼线，就可以到迪士尼了。下车之后，对面就是迪士尼线的车子，超可爱。哇，今天下大雨，好可怕哦！哦，这个只有香港迪士尼有的，就是可以自己弄发圈，就是把这个一颗一颗的头穿进去这个里面。哇哦，有这个耶！你要戴吗？那你戴一个发箍吗？我们两个一起戴。可以卡在他的包包上面，哦，像这样子，超可爱。这购物袋一个18块港币，他现在都没有提供塑胶袋，一定要买这个，不然应该是会装不下。篮子一样在那个钓虾的篮子，超好笑。这个是垫在下面的，啊，我知道垫纸的，然后还有。
雨停了，可以来拍漂亮城堡了。早上没有抽到那个跟妮娜贝尔的见面的券，所以现在只能去达菲小屋看一下今天是哪两只。达菲小屋一进来就是可以很多有很多拍照的地方。嗨，你跟你女儿在家？这边是他们的厨房，好可爱呀、哦！固定的。Hello， 派对快加的叫做托尼外卖，一个40分钟，一个20到30分钟。合照，好，准备好了，看这里，看这里 ，Tony， 这里，准备3、2、1。好，他问你不拿着吗？不拿着。好。牵着贝尔的手，准备3、2、1。第一次来你女儿家有什么感想？好冷。现在拍完照，去完达菲小屋，要去吃饭啦。大街餐。今天选这间 Main Street Corner Cafe。我还没进去，你怎么知道我要选这间？ Go go。我们等一下3点钟会提供这个，你们会有兴趣吗？这个下午茶。这个的话有低消的问题吗？还是两个人可以？两个就可以。哦，好。是两人套餐。哦，好，那就点一个这个好了。嗯。好可爱，饼干的。这杯是谁呢？咖啡。哇，上面有那个。热的，对啊，热的上面冰。这杯是热的哦。这杯是上面冰。这杯才是冰的。哦，他还有给这个，他还有送那个。Oh my god！ 天哪，要是我刚刚看到这个，我连想都不会想啊。等一下，我先放上去。好可爱！它这个套餐是有咸的跟甜的。吃吃看。鲍鱼。鲍鱼哦，用那么好。它没有干贝。
饭看起来超好吃的。菜、番薯、牛肉、起司、起司、小黄瓜、番薯、小黄瓜。世界吧，还是什么？哇、哦，真的都没有人呢。刚好有遇到美国队长可以合照哎。今天下雨，只要等五分钟。不知道这个平常要等多久，但是今天很多设施都等五到十五分钟，好像就可以了。Go go！ 要拿这个眼镜。你要戴起来。钢铁的。还蛮好玩的，但是刚吃完好甜的东西，玩这个好晕哦，有点反胃。再来要玩的是这个《星际极速穿梭》，也是等五分钟，走吧。我们坐第一排。Restraints securely fastened, and watch your young pilots.脸超臭的，我吐了。现在要来看场秀，刚好时间可以。坐前面一点好了。你被洗脑了。这是一个小世界，我们的小世界。到处都有万圣节南瓜，好可爱。好啊，来这里好了。哇，你是 Lina Bell 的好漂亮的粉丝吗？谢谢。还是你就是 Lina Bell？刚买的，刚买的，那你也是 Lina Bell 哎、欸？刚买的，刚买的。我们的万圣节咒语知道是什么吗？我们一起说，不给糖就捣蛋，好吧？一二三，不给糖就捣蛋。对了，哦，超多，我哇，跟 Lina Bell 一起吃，好，
我谢谢，谢谢，新年快乐，拜拜，拜拜。Hello， 你好啊。好多、哦，欸，超多了。我买的这是万圣节的灯，只要我讲话，它就会亮，有声音它就会亮。酷，以后以后吵架就带这个。草莓熊，为什么叫草莓熊？因为它是草莓熊啊！你闻它。那不是豹哥吗？豹哥，哪一个豹哥？我们认识很多豹哥。这个只要等十分钟，弹簧狗的。狗头在这里，我们坐在它的身体。等十分钟哎，当然要玩啦。Play on your little cow folks, okay? Now watch your step with your board. 请留心脚步，为确保你的安全同宇宙。你照看好你的小孩，还要请大家注意，将头部靠近椅背。Reach for the sky.好可爱啊，万圣节的。Go go！ 好好玩的，就会往前，然后用倒退，然后再冲过去，超赞！轻松啊！你屁，你怕的要死。谁是通缉犯？你被通缉了，给钱。楼下有一间狗仔粉，但是我们刚刚已经点了泰式的烤肉串，想说来吃吃看鱼蛋好不好吃，香辣鱼蛋。好看，好，这个灯拍起来超黄的。很烫啦。好吃吗？它鱼蛋比台湾那种味道还要更浓，它
它的酱是很浓的那种，但还蛮好吃的，但是蛮辣的。它里面比较绵，台湾那种弹性的。我们从迪士尼回来，想吃大排档，结果没有现金了，没有开，没有开，然后也没现金，所以就去住的旁边买了泰式料理跟串烧，然后还有鱼蛋跟鱼饺。今天是最后一天，戴这个昨天去迪士尼买的帽子。本来是前两天就要去搭天星小轮，可是因为遇到台风，所以他没有开。然后今天就想说，去机场之前可以搭一下，从中环搭到尖沙咀，然后在那边晃晃之后再回来。耶、yeah ！去码头的哈。嗯。哎。送给大家去。水上的士，中环码头。想画零钱，可是饮料机不给偷零钱的男子。去，耶、yeah ，赞，走，去买票。直接 B 吗？好 ，B 哪里？哦，好。帮你拍照，但是好背光啊。就在这个栏杆后面等就可以了。听说里面超漂亮的，一进来就闻到很香很甜的味道，很美耶。不过一楼大部分都是卖精品的。二楼也是一些精品店。怎么样？香港的衣服喜欢吗？味道不像。跟偶像合照，好哦，拜拜，鸟鸟。我看，耶、yeah! ！不是，他是神是每个都有声。对啊，解剖课厉害咯。你刚刚不是要这个？我要这个啊。还有这个。还有这个啊。这里有吃饭。电影院。每次都会搭错哎、欸，他们的
我们的一楼是他们的居，然后他们的一楼应该是我们的二楼。从 K11出来之后，一直直直走，这边就是星光大道。这边都有很多有名演员的手印。待回去中环站，然后弄一弄，搭集结香港地铁站。回去之前来买一下这间还蛮有名的面包店的面包。感觉很好吃耶，你要买这个可以啊。哎，你不买其他面包，看起来很好吃耶。谢谢冻柠茶，终于喝到了最后一瓶奶茶跟冻柠茶。辣的吗？不辣的，这个小辣，不辣的。像拉面。对啊，感觉好好吃哦。还好，沙茶？问他沙茶吗？是还好，就是他汤味道没有很。新有新出来的。谢谢。哦，在香港的最后一餐。拜拜。